这个我有吗？这家伙会飞耶、欸！啊，这只我有啊，只是变得会飞而已啊！哦，哦，好哦。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欢迎回来《天堂二》的模组。哦，这个模组呢，老头现在开始犹豫说要不要把它换掉了，虽然只拍了四集吧。这应该是第四集哦，就是给我个感觉，就是好像没有什么，没有像普利亚这么的优秀啊。但是我看到有人留言说老头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嗯，个人感觉吧。不过没关系啊，我们再拍个几集探索一下好了。然后老头呢使用了这个指令哈、哦，把周围的野生动物全部、野生恐龙全部都消除掉了。这样子的话，应该可以刷新出新的生物来啊！哦，也不会就是说哇，怎么找都找不到这样子。哦，希望呢可以再找到好一点的东西，好、哦、不是东西，好的恐龙啊、哦！我们要尊重生命，我们不能把动物讲成是东西，好不好？虽然这是虚拟的东西啊，好啦，好、哦、没有乱讲了，不要理我。好啦，那就是再看情况吧，我们静观其变哦。如果真的这个模组没有什么好玩的，我真的就拔掉了，换别的吧。啊，如果你们手边呢有什么觉得比较有趣的模组，可以欢迎提供给我，在这个影片下方告诉我。不要贴连结，给我英文名字就好了，好不好？因为呢，贴连结好像会被系统给移除掉，还是干嘛的，我就看不到了，好不好，各位？哦，就是如果你们有什么推荐的啊，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英文名字给我，让我去工作坊查啊。然后如果老头觉得有趣，就会把它装进来玩，好不好？那么呢啊，我们就是啊，赶快出来找看看，我们就是来看一下吧啊。如果没有就算了。然后前面那是什么？果然好像移除掉那些野生动物，真的好像多出了奇怪的东西来啦。啊，恶心，迅猛龙，恶心，哎呦喂啊 ，Oh my god， 嘿嘿嘿，刚出来就看到一只恶心的虫子。天堂二的生物都这么恶心吗？啊，天堂二的生物都这么恶心吗？啊，起来了，可以起，嘿嘿嘿嘿，哇，不错哦，啊，可以起的我觉得都不错。完了，我没有那个加经验值，它整个卡在这里。好，可以看一下，这感觉像是蚕宝宝的感觉、欸，蚕宝宝再搭上那个。搭上前面那个什么大脚，你看那嘴巴，哎呀，摩斯拉吗？摩斯拉，哇，跑步还要这样叫哦，恶心。右键没功能，左键。啊啦啦啦啦啦啦，好吃。好，他会跳吧？他不能跳，他只能这样子蠕动他的身躯。好，带回家。你出场的份啊，只有短短的一分钟左右啊，我们找下一个，再见。啊，看到前面是什么？黑暗大法师啊！这些密码哥，一个老人拿着拐杖，想做什么？嗯，磁性的，哦，这不能骑。嗨，你好。呜，嫩，你的这攻击速度都。我阿妈都比你强啊！哎、欸，狮子人呢、欸？狮王是你？哇，那个狮子，哎、欸，他真的是阿妈哎、欸！你看他的头，哇，这是那个老狮子，老阿妈狮子。你看他头超像阿妈那种骷髅头，有没有？哎呀，全身还散发出这个波纹，是怎么回事？啊？哎、欸，你这叫我吃素啊？拿去。嗯？你是第一个果实跟肉都不吃的人呢、欸，你叫我怎么办？你就吃生肉不吃大腿肉，挑食哦。哦，我吃的好饱哦，没有，他是要拉他的胡子啊，抱歉，我看错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家伙。啊，附近没有什么野生生物，全部都被我杀掉了，嘿嘿，全部都被我杀光光了。啊，我抓这只要干嘛？啊，让你们看一看阿嬷，欸，他怎么突然让我想到我们台湾的那个开禧婆婆？欸，不是啊，那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阿嬷，那个笑声，那个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反正就是男扮女装扮的啦。我突然忘记他叫什么什么婆婆了，然后到他其实还要出一首歌啊，我已经忘记了，可恶，突然想不起来他的名字。而且他好像是谁？他好像是谁扮的啊？贺一航吧？不是，都忘记了。啊，我记得好像以前很多人都在扮那种男扮女装啊，都是扮老这样子，忘记叫什么婆婆了。然后这边又一只，把它弄死啊！同样的生物不会再抓第二次了，尤其是很烂的东西。这只我有吗？这只我有吗？嗨，你好。哇，这个是狼人，狼人大哥。哇，会放魔法。会放魔法，不要！你是什么的？迅猛龙！哎呦，迅猛龙我就有点兴趣了。这个模组是迅猛龙的，因为可以骑。好，然后死者苏醒，马上立马站起来，有没有？他不会累吗？我的身材跟你差不多呢，我却背在你的背上，你应该觉得很不悦吧？你是我的奴仆。哦，可惜了，这附近生物都还没长出来，还被我亲了这么多啊！有跟来，原来这是老鼠啦，可以走了吧？走路很慢而已。哦，火焰魔法，不能走太快，带回家。这个好像那个忍者龟哦，卡哇邦嘎里面的那个老鼠师傅。老鼠师傅加油！希望你在这世界过得美好。我们走。还有香菇哥，被翅膀挡住了。哦，洗八路，你的翅膀可以把你的翅膀拿掉吗？你真的碍眼。嗨，你好，这应该是天堂二里面的小怪。你看软了，中看不中用，还说你很持久，你骗我。又多了一只恶魔，这只恶魔好特别哦，等一下，这只我有吗？我好像没有，是不是？为什么晕不了啊？我射到那些家伙了啦，你们这些白痴，走开哦，我要生气了哦，我真的会生气哦，我这次会被烧死，我说真的，我会被烧死。那个燃烧伤害是很夸张，把他弄死，然后帮我们家的补血一下，有点可怜，需要补一补了。好了，按了一只，好，双极龙，带回家。耶、yeah! ！吃一下，肚子饿了，克一克。又是不能骑的生物啊，好可惜哦。你看起来。好像刑天哦，会飞的刑天，因为他肚子也有个嘴巴，什么？然后没有眼睛的家伙，刚刚已经试验了哈，他会放火球术，然后会给你燃烧伤害，带回家继续找。好，我们希望到时候看可不可以再找到类似像是那个什么上一集的那个安塔瑞斯地龙，只是拜托哦，那个眼睛。你那个眼睛不要在那边给我弄那种很恶搞的眼睛好不好？好好的安塔瑞斯就当安塔瑞斯，不要在那边给我哦，拓汤这什么东西啊？哇，走路好妖娇哦，妖娇舞女是不是？你看她走路好妖娇，哎呦摆 pose sexy hot girl 哦，今天一个人吗？可以给我你的 line 吗？拜托，她叫什么？DRYAD， 它是属于哪类型的啊？我居然对不到，哥居然对不到它是什么类型的，立马撤躺，你是双极龙哦？好吧，妹子，因为你是妹子，所以我还是带你回家好了，好吧 ？Sexy Hot Girl， 它让我想起了数码宝贝里面那一只仙人掌兽进化的成熟期，是不是？叫什么来着的？仙女兽，是不是？仙女兽是不是？没记啊。
这个我有吗？这家伙会飞耶、欸！啊，这只我有啊，只是变得会飞而已啊。哦，哦，好哦。这么凄凌的叫声是怎么回事？何必这么凄凌呢？啊，这个又是怎样？我靠，会爬屁呢、欸、这一只。哇，会鞍马哎、欸、哎、欸。哎、欸，这个有点想截图了，这个家伙。哎、欸，你看这个会鞍马，这个你没事鞍马干什么？你以为你定在这边就会有女朋友吗？别傻了，啊，你没有女朋友，别幻想了，好不好？就跟我一样，是吗？啊，突然觉得悲从中来。这什么东西？死掉的香菇，这是我杀的吗？哎、欸，有爆炸声哎、欸。在哪里传出来的、啊？算了，我要走了，怎么办？没有，哎、欸，我看到有一个还蛮酷的，这是什么？哎、欸，泰克迅猛龙，哎，好吧，这个算是番外篇，番外篇。泰克迅猛龙抓一下好了。Oh my god！ 走开啊，白痴牛龙，不要闹。Oh my god！Oh my god！ 牛龙，你干什么东西？去死吧你！哇，泰克迅猛龙哎、欸，第一次看到哎、欸，好像最近官方更新出来的吧？泰克剑龙、泰克霸王龙、泰克迅猛龙，没关系，你只是外表长得像这样子而已。啊，但是我还是要抓你。啊，然后他这家伙应该要安，没有错。啊。啊，就只是外形而已啦，他没有什么太多的能力啊。啊，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并不是天堂恶魔组里面的东西啊，这个是近期内官方更新的东西啊。啊，给你们看爽的，大概就长这个样子。啊，看嘴巴上面叼一根烟有没有？吸大麻。哦、啊，好吧。这个只是路过哈，路过给你们看的哈，这并没有什么，好不好？好，赶快回去吧。好，我们再找一下，没有的话，我们就要真的要走了。哎、欸，那边又一只大恶魔，又出现大恶魔了。这什么独眼巨人？哎、欸，那只恶魔我是没有抓过啊，抓一下好了。哎、欸，独眼巨人我们不是有了吗？先抓这一只，这是独眼巨人嘛，对不对？独眼巨人这一只我们好像抓过了，然后这一只是嘟嘟鸟，好哦，嘟嘟鸟搞啥？哎、欸，嘟嘟鸟，你不是吃果实吗？谁打我，完蛋了！哇哦，这是仙命蛙哥，鬼娃娃，他在哭哎、欸，你是哭屁哦？你刚打我，你也敢哭？他这个没有显示他是属于哪一类的。吃鱼咯，啊，吃鱼咯，站起来了，哇塞，好恐怖哦！然后他不能骑、欸，也是啊，他能骑那还得了、哦？他能骑那还得了？那岂不是吓死了？来，给你吃鱼肉，哎，起来了。那这个可不可以骑？可以抓起来，三小，屁啦，最好是可以这样抓起来啦。笑死人了！完了，冲过去把他咬死了。哎、欸，没有，用手去扒他，我要把他撸死了、欸。好啦，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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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他好像不打那种受伤的生物、欸，哎，晕眩的生物他不打，算了，带回家好了。去，我们该看的都看了，往上看一下吧。那边我们去雪地好了，不然的话，再不然就直接用指令召唤了。说真的。又是地龙安塔瑞斯，你到底要来几只安塔瑞斯啊？哇，这安塔瑞斯不用钱啊！哎、欸，安塔瑞斯不用钱的、哦，我不要，我以后不要叫你安塔瑞斯了，我叫你拓汤瑞斯好不好？因为你眼睛一直这样子跟鲶鱼一样，犀利鲶鱼啊，这么旁边40公分，对不对？这么的旁边，我看了我都不忍直视你。你看又来一只拓汤瑞斯。啊，这边真的没什么嘞。算了，我觉得我要用指令召唤了，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玩的。再这样下去没办法，没有问题了。
看一下陆地型的，陆地型的真的还蛮多的。你看，从左边、右边拉下来，到底一大堆东西啊。然后呢，这个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这是什么。哎呦，迅猛龙，哎，这是什么东西？看一下。哦靠，要牛人了，错姐。你看这脸。哇，拿神剑的牛人大哥啊，你要不要起来了，牛人大哥？你是可以骑的，你知道吗？哎、欸，为什么不能骑？看这叫要安哎、欸，我最好是会有他的安哈。你在那边啊，你居然要安这么麻烦，我来看一下好了。迅猛龙的安，这个是迅猛龙头像嘛，就一个迅猛龙的安就好了。OK。放上去，那、啊、不行，那你到底是要怎么用啊？跟大便一样。再看一个，再看一个，哥，再看一个啊！哦，这边啊、哦，这边是有海中的，海中我还没看过啊。这是天空的巨型蜂蜜飞龙，哎、欸，好像差不多哎、欸，哎、欸，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啊？嗯，哦吼！吼吼吼！哦吼吼吼！哦吼吼吼！好烂哦！嗨，快起来！他在飞的时候，那动作实在超级鸟的，不是我要讲，鸟到一个不行哎、欸，真的很鸟，超级鸟。K 骑乘，哎，负重了。我们再这样点一点应该就可以了。稍微等一下好了，好，然后这是牛人，牛哥哥，好，可以点了，这里，喂，我觉得我们原版的施救兽还比较好，你看两边的施救兽差这么多，这是施救兽，啊，这也是施救兽，哎呀，体型那也差一截啦。哎、欸，牛哥，你干嘛？来 K 修的啊，牛哥。我看一下他有什么其他的功能。啊，抱歉哦，先把这关了。右键，应该是抓东西吧？左键攻击一模一样。算了，放生。还有什么？再看一下好了。再看一下好了。这个除了安塔瑞斯之外，没有别的了吗？我想要大只的恐龙，给我大啊！除了大，还要更大。哦，这是数码。然后还有什么？除了大还要更大，快点！独角兽，独角兽，哦哦，哈哈，打他，快点！棒！哎，攻击啊！哦，你们这种攻击也太鸟了吧？这个，要把他咬死了，好。干得好，干得好！哎、欸，你们很强，你们很强，打太慢了吧？还有什么独角兽啊？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哥啊？这个是怪物眼球。哎、欸，其实后来想想，真的也差不多就这样，也没有多多呢。我是公加 C 哎，也没有多少哎、欸。这是什么？看一下啊，这只已经有过了，打啦，打啦！水，砍死他，杀他全家，打他妈妈！我继续看下一只，拉到后面吧，应该会有个 boss 之类的。哦，看到名字很长，感觉像是 boss。这个这是什么东西？哇哦，魔法大哥！这还有想到泽拉图，你知道吗？《星海争霸》里面的泽拉图，泽拉图大哥去了。吧，算了 ，OK， 不玩了，烂模组，好不好？我觉得我们今天超先到这里结束了、哦，很可惜哦，没有办法带给各位大量的有趣的魔物，大致上就是滥竽充数的感觉啊，好不好？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结束啦，如果喜欢影片，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喜欢，外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有可能会再出现这个模组啊，再见面了，哈哈哈，拜拜。